是那个演唱会的导演，他说他问我要不要跳舞，然后我就说好吧，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Oh my gosh， 有点后悔了，对，怕怕。但是刚好我看到邓丽君的一个香港的演唱会，她有跳舞，我就下定决定跟志伟老师说好吧，就编舞，我就跳，对啊，这样子应该很好玩。一开始就很他的风格嘛，就觉得还蛮那个，就很自然。以他的那个，就是也没有很，就是配音乐的精神。嗯、对对 对，很可爱，厉害。我不用学没关系。你有跳过吗？对不对？有一个 MV， 拍一个 MV， 对。可是 MV 导演可以剪接啊。你喜欢跳舞吗？现场不太行。你喜欢跳舞吗？我喜欢跳舞吗？我喜欢在车上自己一个人跳舞，对。我喜欢在家里自己一个人跳舞。也不错嘛，对不对？我们这次有两首，哎，一首歌要一起合唱，然后是改编一个歌曲，那是什么歌？就要等到现场看到嘛。可是这次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一直有讲到，就是要不要有什么样的音乐的那个合作。那这次有就很开心，那我们就把这个编曲的部分就搞得很大。对，因为那时候决定倪安东成为我这一次的嘉宾，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考虑。因为首先我跟他有一个共同朋友仔仔，他是我们的制作人跟音乐伙伴。然后呢，我这一次合作的乐手，我们都私底下都认识，所以很轻松，就是为朋友在舞台上创出的音乐火花，所以很期待9月8号在 TICC 看到大家。我们是真的很好的音乐伙伴，对，完全不害羞，就是很自然，对，而且是通过他在去年公司的尾牙。他介绍仔仔给我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聊音乐，就觉得在去年的 Romance 专辑就可以跟他合作了，对。这次的那个合作就很正常嘛，因为我们平常练团都是一样的嘛，我们也有一起就是在练团的部分有 jam 过，所以这个表演会很自然。就是说我们的朋友圈就可能因为我们也是在台湾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朋友，所以来到台湾之后有这些音乐伙伴，对，就变成我们的生活圈， 对，把我们世界打开，我觉得对，然后也怎么说，启发很多在音乐上的灵感跟想法，对。那除了音乐灵感，应该不排斥？我当然不排斥，我当然不排斥，但是现在是真的大家都有很棒的，就是都有共同朋友。对，其实我们已经开始练团了，然后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忙，但是都很用心，所以我相信这个演唱会一定会很棒，而且这一次你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 Olivia。 这一次 的演唱会主题是爱情，那我们是用爱情的船来展现整个爱情的船座是吗？对 ，Love Boat， 然后我是船长，所以你们想想吧，用想象力想想。Am I making sense？ Yes， 有重点吗？用想象力想象，对，用想象力去感觉每一首歌曲，然后就轻松的享受的 ，Yeah， Yeah。酷，不错。Thank you，、yeah。 我中文有进步。有一个阿多、yeah。 来跟你讲讲还不错。Yeah yeah。私底下聊天不会偷偷用英文的哈。当然，全部是用英文啊，从头到尾。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有这么多的，就是这么多的聊，就是因为我们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中文讲不出来，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们的英文也都有退步。Oh gosh， 怎么办呢？真的怎么办？我们中文也没那么好，英文也退步， oh、怎么办？不行耶，不行。好的，谢谢。